亲爱的空中圣经学院朋友们，大家平安。我是胡伟奇，很高兴与大家一起分享出埃及记当中的信息。今天我们要看的是红海之歌，分别由摩西和米利安他们所做的出红海经历，他们所做出来的赞美诗。红海之歌其实是一首在经历神奇妙拯救，化不可能的任务成为可能的一首赞美诗。那其中因着诗词的优美，我们先从字词的当中来做一些剖析。那红海之歌当中，我归纳了其中的一句话来代表整个摩西、米利暗、亚伦以及所有以色列人的心情。我借的这一句话来作为表达，当然这一句话也成为往后在圣经当中成为典故，成为成语。那就是在出埃及记红海之歌当中15章第2节，这边说：“耶和华是我的力量，我的诗歌也成了我们的拯救。”我们从这个地方开始来看神怎么样子让以色列人经历那不可能的事。在红海之歌当中，一开始他说：“我要向耶和华歌唱。”这是一个最古老的赞美祷告，是用一个第一人称来表现出全会众的向神的赞美诗。如果我们仔细来看这个往后旧约当中这个成语的使用我们会发觉这个当使用说我要向耶和华歌唱，大部分的诗章诗篇都是跟出埃及记有关联都是在叙述在纪念神怎么样在过往他们的列祖的历史当中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像诗篇13篇第6节说：“我要向耶和华歌唱，因他用厚恩待我。”我要向诗篇89篇第1节说：“我要歌唱耶和华的慈爱，直到永远。”那其实这个再再显示出神怎么样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那诗篇104篇33节说：“我要一生向耶和华歌唱，我还活着的时候，我要向神歌颂。”那整个的诗篇104篇，其实就是在重述以色列人出埃及的历史，也期待、也盼望，甚至于相信神仍旧做工，直到如今。诗人用这个集合名词的一个阳性单数，代表多数以色列人这个的一个赞美诗，开了整个赞美诗歌的一个首例是写作上的一个技巧。那随后所表现出来的，都是以红海之歌的这个第一人称的经历作为他们的主旨。那接下来看到的第二句话说：“我的力量，我的诗歌，我的拯救，我的神我父亲的神那都是由耶和华这个名字所构成的也就是说，15章3节所提的耶和华是他的名是最佳的注解。当然，我们在前面几讲曾提过，出埃及记当中使用神的名是很广泛的。那其中耶和华就是他是这个代表什么呢？是代表神的全能跟无限永垂无疆中文翻成自有拥有I am who I am， 就是这个意思这个自有拥有，他是不受外力控制，在时间空间的格局之外，而且他是无所不在、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神。那这句话、这句成语，它的隐喻的表示，广泛的在后期的诗体当中使用尤其是在先知以赛亚对以色列的这些百姓这个指着他们，提醒他们说，出埃及的时候出埃及的时候，以色列人怎么样的被拯救出埃及，将来以色列人被管教、被掳到外邦比方说掳到亚述或者掳到巴比伦，也要同样的被掳归回的预言
那其实这些的成语都是点出鸿海之歌的。那诗篇的作者也将这个成语做人对神施行拯救的时候的一个赞美跟欢呼。像以赛亚书十二章二节说，看哪，神是我的拯救，我要依靠他并不惧怕，因为主耶和华是我的力量，是我的诗歌，他也成了我的拯救。诗篇118篇第14节说，耶和华是我的力量，是我的诗歌，他也成了我的拯救。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出鸿海之歌对往后以色列人属灵的经历上是何等的重要。接下来看到说，我父亲的神，那这句相当有名的典故啊，成为的成语，在出现在鸿海之歌当中是很具意义的一个暗喻啊。那当然我们会想到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啊，也就是他们列祖的神啊。那提到神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其实他是点出神是守约施慈爱的神，神是坚持他的关系一直到现在的神，神不丢弃任何一个他拣选为他子民的。神怎么对亚伯拉罕，神怎么样的对以撒，神怎么样对雅各以及雅各的子孙，神也到如今是对待我们一样，就像我们祖先的神一样。所以这句话的意义就是如此。所以在创世纪当中，雅各从巴旦亚兰回来，因着听闻哥哥以扫要加害于他，所以他向神祷告的时候也是用这样子的话说，我主亚伯拉罕的神，我父亲以撒的神，你曾对我说，回你本地去，我要厚待你，你向仆人所施的一切慈爱和诚实我一点不配得。他就是启用了这样子的一个观点，你善待了我的祖父，善待了我的父亲，我向你祈求，虽然我不配，但是我还是要求你慈爱诚实对我，你以的大仁至义来对待我。神的慈爱和诚实是超越时空的，那因他就是守约施慈爱的神啊。那摩西带领以色列人渡过红海的经历也正是如此，在红海里面他提起他父亲的神，不正说明神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信实守约的神吗？有一位神学家 Freehand 说得很好，赞美神在自身的作为，进而促成尚不知荣耀神的人与神建立关系，神人的关系就因此来传承。所以当我们在歌颂神在历世历代在我们的祖父、父亲，甚至于到我身上所做的作为，在别人的面前做见证的时候，其实这正是把福音传扬的一个机会。摩西这样子的歌颂，他是我父亲的神，就是这个意义。亚伯拉罕传给以撒，以撒传给雅各，雅各传给全以色列人，摩西也借着鸿海之歌赞美如此的传承，而赞美促进了神人之间的关系，让人更坚定相信神不会丢弃我们如同孤儿，是因为神帮助我们，我父亲的神帮助我们。那当然底下说耶和华是战士，是战士，不仅仅他是我们的神，他也为我们征战。这句话在圣经当中其实是蛮突兀的，当然会引起别人觉得我们旧约的神是一个嗜血的神，喜欢挑起征战的神。但是我们不要忘记在旧约的那个氛围底下，那个世道底下，人个个凶残，凶恶之子，因为他们伏在撒旦魔鬼的权柄底下，人和人之间就是刀兵相见，兵戎相见的一个局面。所以在这个情况底下，为了保守百姓，神不惜要有征战的方式来保护他的子民，如同保护眼中的同人。我们在许多的历史的故事当中都可以看见，无论是在出埃及的过程当中碰到了巴山王噩，或者是亚摩利王西宏，他们都非常十分的凶残，
那甚至于当他们以色列人住在迦南地，这个迦南地周围的这一些少数的这些凶残的民族，比方说像亚门族，他们虽然是以色列人的亲戚，但是呢十分的凶残啊。记载在这个撒母耳记当中，曾经有一个亚门的王叫做拿哈什，他曾经要求这个基比亚人挖出他们的眼睛，他才愿意跟他们和谈。好，所以若不是神为以色列人征战，他们老早被视为的那不认识神、丢弃神的这些民给吞吃了。所以神跟世人的接触，用这个比较极端的方式，是因为当时氛围的结果。当然，我们也知道，在大卫面对哥利亚的时候，曾经说过一句话啊，说征战的得胜是在乎耶和华。的确，大卫以一个年少力薄的一个年轻人，面对一个高大巨人、身经百战的战士，他用几块石头就对付一个手拿重装武器的战士，他说出这样的话，其实他就是深信神是为他征战的。同样在这个属灵的征战当中，虽然我们现在身处旧约，人和人之间鲜有用征战来作为增强人际关系的一种方式，但是神仍旧成为我们在属灵征战跟撒旦征战当中，他是我们的战士，他为我们征战啊。在红海里面谈到海，其实我们会看到《红海之歌》就是在讲那个出于世界的征战。海在旧约圣经当中，一般就是指从世界而来。海也代表了什么？海也代表一种翻腾不定的世事。许多的先知书当中，像列举像但以理书啊，那个四个邪恶的国度是从海里面上来。那当然除了海代表世界之外，海更直接的比喻成深渊，从地狱而来的啊。但以理书第七章，属撒旦世俗的强权以兽的形状从海里面上来啊。那兽的国权却跟第七章当中永恒人子国度做强烈的对比啊。这一位拥有人性从神那边而来的君王，真正的能够保有他的国度直到永远。但是所有从罪恶里面产生的这些国度呢，都会更迭，而且是前后朝来取代前朝，后朝来推翻前朝。所以这个是从海里面所发生的事。以色列传统当中啊，视洋海为恐怖危险的地方。像约拿啊，他的经历就是谈到阴间洋海是当作同义词啊。那神也是从海里面将那个失节的先知、那个软弱的先知拯救出来。启示录约翰的这个末世异象当中也提到，新天新地当中不再有洋海，不再有让人难跨越的这个深渊啊。所以诗篇的十六篇里面提到的阴间啊，坟墓或者是坑或者是深处，其实都是海的同义词啊。所以我们以马夏的观点来看，红海其实是一个坑人的地方啊，是一个让人死亡的终结的地方啊，让人去死亡的地方啊。但是呢，借着神的救赎，红海这个难跨越的鸿沟，红海这个难跨越的深渊，都立起成垒，让以色列人能够安全安然度过，能够保守圣徒，像保守他的产业，死亡都不能够夺去任何一个圣徒他的身心灵的福分。但是相对之下，这个海如果是面对法老的追兵呢？很有趣的一个形容啊，在《红海之歌》里面，他就谈到像石头一样啊。我们知道石头的这个密度，它的比重是远远比海水要来的重啊。
所以当石头丢到海水里面，它一定是什么往下沉，快速的往下沉啊。所以以这种法老追兵如同石头在海里面沉下去的这样子的一个比喻来形容法老的政权快速的在这个世事当中，在这个翻腾的世事里面啊，这个快速的消灭，快速的烟消云散的，正是这个摩西写《红海之歌》他的笔触当中所要表现出来的。为什么这个法老的军队会沉到海底，会沉到阴间，会受到阴间的管教跟审判？其实弟兄姐妹们，我们很清楚，是因为他们硬着心不愿意顺服神的话语。但是相对于以色列人呢，他们能够走干地过红海，他们是凭借的是什么？并不是因为以色列人比这个埃及法老品德好，或者是有什么好行为。其实在这一段的诗词当中特别讲说，是凭耶和华你的右手，凭着神全能的拯救。神的右手不代表神只有右手，当然这个谈到右手以右为尊的观点在我们中国人当中也有，是代表他的全能，他的全能。神的手是代表他的权柄，手是代表一个这个拟人法的一个代表神的全能。红海之歌当中是圣经当中最少启用神的右手的这样的比喻的，不但是摔碎仇敌，抛掷敌军，吞灭对手，更能够引领百姓救赎子民进入圣业的。所以这一个手代表他的全能的保守，也代表他怎么样，他公义的审判，代表他的力量，他的帮助，他的救恩。右手一切的作为，像诗篇十六篇说，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在你右手中有永远的福乐，其实就是如此。这个代表神所拥有的一切，愿意将最好的给跟随他的人。神凭着他的慈爱和诚实，带领以色列人进到神所应许美地，迦南美地。神是一位怎么样的神？在诗歌当中说，神啊，众神之中谁能像你，至圣至荣，施行奇事。我们现在要看什么叫做施行奇事。其实简单的讲，施行奇事就是主啊，你是一个施行神迹奇事的神。什么叫做神的神迹奇事？我们一般到现在为止，基督徒都还会有这样子的一个迷思啊。我们一直把神迹奇事定位在神能够使这个翻天覆地的那种外在感官上能经历的叫做神迹奇事。但是在红海之歌当中真正要提说的神迹奇事，重点是在神赦罪之恩。神的赦罪之恩，神可以让顽梗如石的以色列人，硬着颈项的以色列人，使他们得救。但是神也可以凭着他慈爱公义的表现，让拒绝他慈爱的法老王如石头般的沉到红海的海底。所以接下来我们看见神迹奇事的一个相对的同义词，就是凭你的慈爱。红海之歌当中，神不但摔碎仇敌，抛掷敌军，吞灭对手，引领百姓，救赎子民啊。那其实真正神的动机是什么？其实对于那些抛掷的啊，对于那些吞灭的，其实何尝不是出自于他的爱？再三的容忍，再三的体恤，再三的给机会。我们之前也提过，如果神真的目的单纯的只是让以色列人能够出埃及，神其实兴起瘟疫就让埃及 全国上下都这哀鸿遍野了。但是神却让埃及人经过十次，甚至于这次的红海是第十一次的机会，让他们能够接受神的恩典，容以色列人出埃及，
使得以色列人在旷野能够侍奉神，其实何尝不是让埃及人也在旷野能够侍奉神，一同来赞美神。所以神的慈爱其实是有双轴表现的， bipolar 的表现，是两极化的表现的。神一方面对于顺从他的人他会施恩昌隆，但是对于悖逆的他不立即的灭绝，但是却给予什么？给予管教匡正。所以他是恩威并施的主。在吞灭埃及这个悖逆之家，其实已经给足了埃及法老有十足的机会能够回转归向他，包括这第十一次的追赶要把以色列人追讨回来，其实他不追赶他岂不是保留他所有的实力吗？那在以色列人在旷野的过程当中，面对大丹、可拉、这个亚比兰的背叛，岂不是也给足了他们机会能够悔改吗？但是呢，可惜的是，这一些人都放弃了他们接受神慈爱的这个恩典啊机会。神也凭着他慈爱的能力，凭着神的能力，使得以色列人能够进入到应许当中。那从这里开始，面对下面的经文当中，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谈到以色列人在还未进去的迦南地当中所表现出来的一个事实。那这一类的表现，很多的神学家会认为这个是错字了，因为还没有进迦南怎么能够说这个以色列人进迦南以后的表现呢？这一点他们可能是误会了，因为这是摩西在诗歌当中的预言，预言将要进到迦南地，无论是面对非利士人或者是面对迦南人，他们的表现是一种这个预言式的完成，预言式的完成。所以当描述这些人的时候，就说这些居民心都消化了。这一点由以色列人进入迦南以后，在约书亚记里面两个探子碰到这个拉合的时候，他就是对他们拉合就对他们说，我们听到你们在埃及神所行的一切神迹啊，我们的心都如水消化了。虽然说心都如水消化了，可惜在耶利哥城里面心消化惧怕是一回事，但是愿意相信神的人呢却只有拉合的一家。所以面对这样子的一个人心的表现，在红海之歌红海之歌当中，我们也可以看见人对于神恩典的取决，也取决了自己的命运。我们不能说这是神的这个预定，所以预定他们死亡。我们这样子来说好了，神的的确确无所不知、无所不能、无所不在的神。从神的角度，神的确预定跟预知了一切，但是人在短暂的时空当中，有对自己相对神恩典做接受与拒绝的选择，而我们要为我们自己的选择做绝对的负责，绝对的结果的后果的一个是得救是灭亡的一个后果的承担。所以很可惜的，法老失去机会，但是呢，以色列人却能够因着相信进入神的恩典里面去。所以当我们看到在红海之歌当中相对的几个字眼，神伸出右手，凭神的慈爱，凭你的能力领以色列人进神所赏赐的应许之地，我们心中不禁的要发出赞美跟感谢。让我们在这个时代当中，我们就像彼得的呼吁一样说，唯有我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为要宣扬那召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从前我们算不得子民，如今却成为神的子民，从前我们未蒙连续，如今却蒙神的连续。因着神的慈爱，让凭着他的能力，靠着主耶稣基督的宝血，
使我们进入他的产业，他称我们为产业，我们也拣选他为我们的产业。就像保罗在提摩太前书里面说，唯我深知所信的是谁，也深信他能保守我所交付他的直到那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让我们在经历地上的生活，经历神为我们预备救恩的时候，使我们的选择是在他的慈爱和诚实里面，免得我们进入那个永万劫不复的审判里面。阿门。